恶难，如今欲修三摩地，执意如来大涅槃者，先当施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，颠倒不生，四载如来真三摩地。恶难呢？我现在告诉你，如今欲修啊，你现在想要修行这个大乘菩萨法，真三摩地，这个真正的这个定力啊，直意如来，你直接的就到这个如来那个地位，到如来那个地位，大涅槃者啊，得大涅槃，大涅槃呢，得了大涅槃呢。正得常乐我净这四种的德，常永远呢都不会变的。常乐，这是啊，得到真正的快乐。我得到自己这个真我净啊，永远也清净。这是涅槃呢，有这四种的常乐我净这四种的功德。先当识此啊！你首先呢，应该认识这个，认识什么呢？认识众生世界二颠倒因。这个众生啊和世界，这有两种的颠倒的因素。颠倒不生，四载如来。如果你能把这个颠倒认识了，颠倒不生了。那么，这就是如来真三摩地，如来真正的定力。恶难，云何名为众生颠倒？恶难，有姓名心，姓。因缘故，因名发心，姓王渐生，从毕竟无成究竟有。恶难，云何名为众生颠倒？怎么样才叫这个众生的颠倒呢？恶难，你知道吗？由姓名心，由这个妙性明心呢、啊，姓名缘故啊，这个本性啊是圆明的，本性圆明。而照一切诸相，可是啊，因名法性，因为呀、啊，你在这个本有自性这个名上又加了一个名，在这个角上啊，就是前边所讲的那个角上啊，这又加了个名，法性。就发出啊这种的业相的性，业障，因为你在这个由真起往，依照这个如来藏性，生出一种无明，啊，你在这个脚上又加，要加上一个明。这个角本来的角体就是明的，你不能啊，在这个角体上啊，再要给它加上一个明，因为想加上一个明，这一念的妄动，就发出一种啊业相的性，就发出一种啊就是这个造业的那个相，那种性，净王渐生的。所以呀、啊，
因为这个姓王了，本来是如来藏姓啊，现在就生出一种无名，有无名，这无名就是一种悔，就是不明白了，疑悔，有疑悔，所以就造出业来了，造出业，这种业性就变成了是一种网，渐生，性网渐生，所以啊，就有了一种生死。有了一种生死啊，这一段的文呢，也就是因为啊，一念不搅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，也还是说前边所说那个三种的细相，六种的粗相。三种的细相是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在这个一真七王啊，这个时候就生出一种啊，首先生出一种业相，就是这个无明的业相。生出无明业相啊，以后就生出一种转相，转了。啊，这一转就是造了业，起毁，然后造业，造业就要受报，那么又生出了一种呢现象，这是三系，业相、转相、现象。然后因为这个生出转相，生出种种的迷悔了，又生出啊六种的粗相，就是啊头一个就智相，智相呢就是世间的智慧，这个相，这个智相生出，又生出一种相续相，相续啊就接连不断的这种相续相，相续相生出来，然后就生出来直取相，这直招而取，直取相，直取相生出之后，就生出来一种呢记名字相，这第四啊记名字相，记言就是言字加识字那个记，计较的记，计算的计，记名字相，生出记名字相以后，就又生出了一种企业相，企业这个，那么第六呢就是业绩苦相，生出这种种的相，所以啊这个从毕竟无，从本来是没有的啊，成了究竟有啊，因王啊而就有了有了。此有所有，非因所因，住所住相，了无根本，本此无住，见累世界，即诸众生。此有，此有啊，就是这个无明所说的这个无明，所有呢就是说的那个三系，因为这一念不搅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粗，因为在这个无明上啊，这个有啊，由的这个无明的上面又生出这三种的细相来，非因所因，这个因呢当个一字讲，什么非因，这个无明啊为这个三种的细相所依，所以但是啊
这种所依呀、啊，并不是真正的所依，而是啊一种啊虚妄造成的一种虚妄相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是肺啊，本来它好像啊，它依这个三系这三种气象，依着无名啊，是它的所依，但是也不是。因为什么呢？无名根本就没有一个自体，无名既然没有自体，这三种气象啊，它又怎么能依无名呢？所以这个非因所因，不是它所依的。住所住相，住啊，这个众生啊为能住，无名呢就为所住。可是啊，这个众生为能住，无名为所住啊，所住的这个相啊，了无根本，根本就没有一个根本，没有根本，就没有一个，他没有一个什么基础，没有一个给他没有背景。本此无住，本来这个既然没有所住啊，在这个上啊，所以就虚妄建立世界，在这个虚妄啊，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上啊，就建立成一个世界。记住，众生和这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啊虚妄而有的，并不是实实在在有的。弥本原明，世生虚妄，王性无体，非有所依。弥本原明，弥就是一真起往，由这个如来藏上，如来藏性本来也无无名无相，这个如来藏性上生出无名，就迷了。既然迷了，把本有的这个原名角性啊，这个也不认识。因为不认识自己本有的原名角性，所以呀、啊，就好像一个失去呀、啊家乡的一个人一样，是生虚妄，于是乎啊，就生出来这个虚妄。妄性无体呀、啊，可是虽然依真起妄，这个妄性啊，并没有一个自体，它是依真起来的，起来它也是一个虚妄生出来的，没有自体，非有所依。他没有自体，既然这个无名没有自体，所以那个三系也就不是可以啊，是依靠得住他，不能做他的所依依凭。将欲不真。欲真亦非，真真如性，非真求福，完成非相。讲欲夫真，你呀、啊，这个无名啊，根本没有自体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三系也没有所依。所以你要讲欲夫真呢、啊、你要想返本还原，恢复到自己本有的佛性上，欲真亦非。你有这个求真的这个心呢、啊、一定就是妄了，又生出妄来。你要是想恢复本有那个真呢、啊、你就不要在那个脚上再加个名，不
不要啊在头上安头啊，不要啊骑驴逆驴，你骑这个毛驴啊，还要找毛驴啊。欲真已废，你想要啊，说是我要真了啊，这已经就废了。真真如性，这个真的这个真如自性啊，啊，非真求福，不是啊，说我啊在恢复我那个本有的真，你只要把无明没有了，就是真嘛，不必再求了。你因为什么没有真，就因为你有无明，你把无明，你知道无明没有自体了啊、哦，所以也不出妄想，不求真了。你只要把无明破了，破无明就显法性，无明没有了，这法性自然就现前了，你也不必啊再求真了。你没有破无明，无明，你没有明白这个无明的，没有把它破了，所以啊你现在才虚妄。非真求福，完成非相。你所以啊你在这个本来不需要求真的，也不需要断妄的，你只要破无明就可以了。但是你不破无明，你只要想求真，这是所谓啊舍本逐末，你应该先破无明。你无明破了，三细也没有了，六粗也自然就都没有了。所以呢就你因为啊你想要求个真的，你无明没有破，怎么能可以求真呢？所以完成非相，宛然就成了一个啊没有真的这个相，没有真的相。非生非住，非心非法，辗转发生，生力发明，迅移成业，同业相感，因有感业，相灭相生，由是故有众生颠倒。非生，什么叫非生呢？这个非生啊，就是说的这个生相的无明，也就是说的这个无明。非住，什么叫住呢？住，这是说的这个业识，业障的业，就是这个八识的识。这业识啊，就属于住相。无明啊，就属于生相。见分，就属于心。相分，是属于法的。可是这些个无论你无明啊，是这个业识啊，是这个见分啊，相分啊，这些个也都好像前边所说的呢，没有，它没有根本，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体，它没有自体，它都是一些个虚妄而有的。所以呀、虽然虚妄而有的，可是啊他这个病一生出来啊，就会啊传染，这个辗转发生就是传染啊，互相传染。好像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都互相有连带的关系，这辗转发生，互相啊辗转来发生啊，这种什么呢？生力发明，发生的这种的生力，这种生生化化的这种生力，迅已成业。因为以上这个无明和这个业识和这个见分和相分
这互相帮助，你帮助我，帮助你，你呀，那么借我一点力量，我借你一点力量，这么大家互相啊，这么辗转就发生了一种的力量，发生一种力量。这个力量呢，在扩大了，在发明到极点，啊，训以成业。所以啊，于是乎啊，这么熏习啊，这么大家在一起啊，熏习熏以成业，就成了一种业障，这业报。同业相感，这个业要相同的，它就互相啊，有感，有感，有这一种的感应。因有感业，因彼此啊互相通着，互相啊能有一种的感应，这种的关系啊，相灭相生，于是乎啊就造成有相灭有相生。由是故有众生颠倒，因为这个所以呀、就造成了有这个众生，众生就生出了一种颠倒。